是我只做纯的哦。哎呦，肩颈酸痛不是病，痛久了要毙命呢。想到哪里去了？对，帮你按一下哦，肩颈酸痛。痛哎，常常会有这样，上班族尤其上班。突然间回家就想去按摩，可是一看时间已经12点，好可怜，很惨，长时间坐在，哎，长时间坐在办公桌，然后现在很多的低头族就是这一块在痛，哦对啊，而且痛到很可怕，是说你痛到手指末梢都麻了，哎，而且上班族。真的，我是刚刚说要按摩，很多人现在要按摩才能睡觉，才能放松。但他那时间呢？而且按摩现在一次也是1000块，也是一笔消费，很贵，挺贵。所以，而且你刚说的，听说有人因为肩颈只是酸痛，最后变中风哎。啊，这么严重。真的会要人命的。今天这个问题呢，要让他聊一下。肩颈酸痛不用按摩，怎么样子预防？而且我们今天的来宾当中有一组已经有称号出来了。哦，文迪二人组。文迪二人组。哎，听说他们现在两个人只要一出马，收视率马上。吓到！我们来欢迎好。丢高也不行。丢高，希望今天又丢更高，好不好？今天好好再请教他们一下了。首先第一位好媳妇、好妈妈做家事做到肩颈酸痛，秀琴。到不能睡觉了。没有，等一下，徐伟老师没有了解真相哎。嗯，那前面的 slogan 怪怪的。很好啊，有吗？你是好太太，原住民的好妈妈，有做事吗？有啊。小米酒喝到肩颈酸痛吗？早啦，小米酒是会解。解压。你确定？对。这个我们台北都会区比较没有小米酒。啊，是。下一位来宾已经不请自招了，对不对？大小事要问他，吕文婉。大家好。很多，比如刚刚讲做家事干嘛，可是像我今天特别穿的这个东西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绕颈细肩带啊，就是一个 sexy 哇，你看它的锁骨搭配的，我是说这个，不是要秀这个吗？不是的，很多的女生现在很就是说很流行穿这种啊，就绕颈的，然后再来就是说，像我是没有安全感，我一定要绕颈，不然我觉得好会变四个奶。好，那这是你有吗？这没有会变四个奶，但是其实这个弄久了一整天。撑不住这样，好冷，所以安全感的问题。不是弄久了一整天下来，其实你的脖子整个是僵硬的，然后你会开始整个头会发胀。对，可你知道是那个原因。我曾经一度觉得说怎么了，我卡到音吗？后来不是，是这小圈子的关系，因为它本身常卡音。是很尤其是你生日那天，对，生日那天耿耿于怀啊，吓死我了。好了，好，接下来文迪二人组里面，台湾健身界的乔治。克鲁尼潘若迪潘老师，是不是？我不一定要你会跳，可是我一定要你会叫。但是如果你连叫都不会叫，至少你跟我搔首弄姿，请面带微笑。接下来这一位不得了，是的，是现在很多人心目中的一种心灵导师。心灵导师，心灵鸡汤都来了。那个步骤好像你的范范演唱会。对。他呢？我们先介绍出来，先介绍出来。我们欢迎文迪二人组，文文天文人。给我短短3分钟，舒酸解痛可自通。我要特别讲一下，我有一个那个导播。我们有其中一个专门拍演唱会导播玲玲姐，她拍完范范演唱会之后，她直接从后台就是 OB 车冲出来跟我讲，我以为她跟我打招呼，她说她冲出来说黑人，她开始这样，我有看你节目，你很红哎，我超真的，你看我们节目收视率很高，不是我很红，哇，是你是你，你有没有？老师也是有帮一点忙了，是不是？很好，很好，组合，我们也准备出唱片了。对，这有市场，就是教学代理。我觉得你们可以做一个类似是工具书。对啦，教具书，其实大家都对我们都对我们都这么期待。我可以出这个。
健康。快点瞅一下，老师，快点，快点瞅一下，快快快！你要拿什么？你只能出来叫我了。我刚刚说，快罗汉吧，我罗汉吧。你们两个可以合作，因为你们两个有酸痛有病要到医疗机构，要找医疗人员。但是呢，大家希望能够更健康，促进健康，就可以找这种健身方面、运动方面的专家。你知道，我封面我都想好了，你们那种就是走一种温馨的，什么意思？妈妈，简老师就牵着潘若迪老师这样，然后就要远远的，是关怀的感觉。没有，就是类似像谢雷跟谢小鱼的那种。算了，哎，掌声欢迎，好不好？我们的影言是今天必定是精彩的。肩颈酸痛好像是上班族的通病，是几乎没有人可以避免得到的。要紧这样，对，你也会常常会有这种问题。因为我是用站着，那我教书二十年来都是用右手拿粉笔，所以就侧着在写，然后身体有斜一边嘛，对，然后就是你那个脊椎会整个侧弯，也都一直痛。哦，你都是这样，这样写啊，右手啊。会斜，而且一斜斜十几个小时啊，手一直斜一直斜。那造成这个的原因还有什么呢？为什么会？这个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普遍。对，我们时常演讲说，有酸痛的人请举手。哇，几乎90%都举手，只有偶尔几个没举手。我说，哎呀，你好厉害，你不会酸痛啊？他不是，我举不起来了。酸痛，老师讲笑话，非常非常的普遍。对，哎呦，助教哦。我要笑掉了，丑恶。怕他忘了，我刚才提醒他吃银杏啊。他忘记了。这是一定要的嘛？谢谢谢谢，是不是文文？为什么会肩颈酸痛？好，因为肩颈酸痛原因非常的多。第一个呢，最多的。姿势不正确，对，我想大家检讨一下，很多时候姿势都很随性，就不正确。真的，我们以前介绍过的哪夹着电话有没有？对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你现在仔细检查一下，看看你自己的姿势怎么样。有很多人就坐在那边给电视看。对，哦，现在的沙发都是你知道，你坐下去，它标榜你不起不来的那种。对，软骨头。那个有没有这样子卧佛的贵妃椅？对，卧佛的做法，坐姿不正，坐姿不正，姿势这个姿势涵盖哦，很多人是躺在床上看电视，对，躺在床上看电视，头这样低抬这样子，这个也是一样，姿势不好。对，所以换句话说，当然我们也不是说看电视一定要这样子正襟危坐这样子看。这可能是你哦，一定是这样。你平常看电视应该是蛮正经的吧？我看电视我都是站着看，站着看，什么呢？在家里这样，真的。因为我通常来讲，文文不要闹了，我认真说的，很多人说他没时间运动，各位想看是不是说没有时间运动？没空啊，没空啊。但是我问下一句说，请问有没有时间看电视？有。你说你看电视的时候，你可以原地踏步，也是一种运动，对不对？那你老婆不会觉得怪吗？不会啦，你看电视你就可以蹲着马步来看电视。哇。你可以经济独立看电视，所以家里不用椅子，不用沙发了。你这样就可以学，人家没有椅子，也没有沙发，对，不需要。这些都是学时学地。那你对老婆这么勤劳吗？很稳哦，你看他现在还蛮稳，还可以撑很久。好，那还有其他的？用力不当。用力不当。什么东西用力不当？用力不当就是有时候搬东西，就是你的动作不合人体工学。比如说我碰过有的病人，他说他是开车的时候后面去拿东西，头一转转一点，脖子就扭到转到了，小动作就发现。对对对，那或者是有时候重的东西一扭腰一闪。这是腰，但是肩颈部的比较多，都是因为头部的关系。是，对，所以我们这个动作用力一定要正确。真的，有时候还有呢，我们要热身。突然间一个动作，瞬间一个动作。热身，你这个转东西怎么热身？不，我刚刚讲要不能够太急，但你如果作用运动，像若迪应该就这个蛮清楚。但很多运动一定要先做。你可以这样，你可以这样。
热身，简单的运动，其实这个肩颈部分怎么样运动是吧？热身，把你的右手拿起来，这个时候跟着我一起来，试试看，把你的头往你的右边拍，尽量的压，有没有？你是不是你左边是不是有压到？有，很好，同样的动作换边再来一次。 哎，这样很好，这样有没有感觉？哦，有，是不是？这就是你在热身，尤其是当你早上起来的时候。很简单，起来的时候就是在一个是两手垂直往下，两手垂直往下，轻松一点，往头往上看。五秒钟左右之后再回来往下看。好痛哎！好，这四个动作啊，就是这四个动作。早上一起来的时候。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。 轻松的，所以对，很可怕。对，当你在开车的时候，你就不必这样子。真的，太帅了。对，一定要先这样做。这个不错。第三个是肩颈肌肉，肩颈肌肉长期紧绷，这个的确是个蛮普遍的。对，很多。因为现在很多人很匆忙，很紧张，很焦虑，所以肌肉长期绷着紧紧的。他虽然没有在用力，但是他这个地方就这样绷着这样子，上班绷着。 然后开会绷着，坐车绷着，连在现在看节目也绷着，不自觉的，应该放松的。可是，请问一下，是不是肩颈这部分是最容易紧绷的？对，身体其他的部位，为什么会是这里？对啊，因为人是这样，你在一个戒备状态之下，会一个天旋一大甲，都会耸肩。 哦，所以会习惯耸肩，一耸肩，这个肩颈部的肌肉就缩起来，所以会这样。都是感觉地方，哎，真的。这边用力了。对。所以那个肩膀都是这样，就耸起来。没有，我们老师第四个是长时间固定姿势。哦，对。固定姿势，这很重要，因为你固定姿势，就算说我姿势很正确好了，姿势很正确的话，固定时间太久。 压迫的地方，血循环不好。对，那你的筋骨呢比较少动作的话，我们刚刚讲要动静均衡，虽然没有动呢，你这样盯在那里。好，就算我肌肉也放松好了，肌肉也放松，姿势也正确，这个时间太久的话，一样会酸痛。哎，对耶，马上讲一下你那个 PO 的那个有没有打电动？你不是PO一个照片？嗯。然后帆帆不是说你这个从头到尾一个姿势都不动？对啊，回到家都已经洗好澡了。 对，你知道这动作是什么吗？打电动啊。Play Station 3， 是不是？标准姿势，哇，都不动。可是那个，我跟你讲，很多人会这样。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东西，大家忘了，长时间坐飞机。哦。有一次我就是趴在飞机上会睡不着，就几个钟头，对不对？9个钟头，哇，就睡嘛，从我醒来，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瘫痪了，就长时间。另外一个案例，对。坐捷运的时候。 有人坐捷运，自己长一点，那就打瞌睡，就睡着了。哦，这里。所以久治不动，哦，这个好痛。长时间固定姿势不动，然后一醒来的时候，头就固定在这里，变成落枕一样。他就没办法。简老师，你可以再闭眼睛，再示范一遍吗？嗯，就是这样子。镜头给他，怎么有点悲伤的感觉？很幼稚，你知道吗？有点悲伤。没有，就是姐姐。 就是这种的，还有固定姿势，像我们哦，在台湾新节目不是一路都一个多小时，像这个还可以转换，对不对？可是新闻台是你比较紧绷的，这样做我曾经哦，好了，这个 close 真的是这样子，很累。这就是长时间固定在一个姿势才会这个样子。对，下面第五个是什么？没有适度的休息。好，休息。对，就是劳劳不休。对，刚刚那个手机的啊，这个啊，对，或这个啊，那些都是得劳劳不休。老师，我把这些都叫舞步了。你说没有适度休息，多长应该休息一下？通常来讲，有一些常很多医生会说啊，你这个工作不要做了，哦，因为它酸痛，所以你就不要。但我觉得那个是有点残忍，他不做这工作做什么工作？对，所以有时候不得不，那是职业伤害。 我的工作就是要做这个，要做这个，要做这个，有没有？运动员也是啊。但是呢，你要找到机会休息，所以你要找机会自我放松休息。哦。哎，比如像刚刚讲的，有没有一直做这个动作？对。哎，会啊，大拇指会受伤啊。对。但是你要找到机会，你可以去晚上下来，动一动。对啊。哦，舒缓一下，所以学会放松很重要。你就是不要同样一个动作啦。 对，就是不要同样一个手，握紧手，要。
换手。其实我们现在有研究，是什么坏姿势会让你肩颈酸痛？我们来看第一个，好不好啊？健壮的皮保生黑人竟然得了不治之症。开过刀的人，前脏，这就是你骨头跟骨头之间伤害，骨头跟骨头之间。你还骄傲的呗，你啊，还有那声音好听。其实我们现在有研究，是什么坏姿势会让你肩颈酸痛？我们来看第一个，好不好啊？第一个是什么呢？下巴前凸，脖子老是折着，对，是什么意思？真的，八大姿势，对，就是。我现在有两个姿势呢，是常常大部分人都会遇到。第一个就是你在公司嘛，上班的时候，在打电话的时候，你就会这样子一直打，不由自主往前，一直往前，然后后面就推快。还有一个大部分上班族最可怕就是骑机车，你在骑的时候因为这样，然后就因为很远，例如说从新北市骑到台北市去工作，你大概有40分钟至1个小时，你都是这样在骑车，所以你看后面这里就很好好骑，不行，猪颈肉，对，这边猪颈肉。炸猪排是不是？就是他这边就会多出一块肉，然后有时候我会骑车骑到目的地的时候，我就回不来了，我就变这样子。哇，对，然后就整个背是麻掉。是每个人骑车都这样吗？因为你会骑车会放松骑，你不会挺着这样骑，你会这样往后。我以前我们那个时代了，就是我们改车的时候是那个 deal， 对，就是改 deal， 他改正90，他骑车每个人骑车很奇怪，正常这样骑嘛，脚要很开，这样很开，很开，然后这样骑车飘飘，对，然后就要那种压车，你对压车，对，那压车刘光远就有一次啊，他装载啊，前面要压车没跟他讲啊。一压车的时候，他脚也去着地哦。着地的时候在推，有没有？哇，整个这边骨折，解边骨折了，出膝骨折了，可怜的没有骨折，解心拉开了，真的。都是发生在流光，躺着也中枪，多灾多难。团体里面永远需要一个胖子，他的角色就是这样。我也是啊，离地面太近了。前凸我以为是女孩子，因为拍照的时候，我们下巴那样往前一点会比较瘦。对，所以拍照一定都是要转脸往下压。对，那个应该不至于，我觉得啦。像我有一次是为了你知道，因为老花，搁看不。你有老花了？怎么可能？我以前老花，真的。好了，那我们就从外面再漂亮都没用。我们就。金玉其外就对了，没有。可是我是说，因为看不清楚，然后化妆嘛，弄那个，哎，真的弄到你，真的后来要回来怪哎，回来了，真的好僵哦，真的就是为了画假睫，弄假睫毛啊，画眼线，会定住，太难过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很多年前我把这个名词叫做猿人症候群，猿人症候群，打电脑打一个，看，对，越来越靠近，对，不自觉，就变成这样子。像，猿人症候群，对，有像。那这要怎么舒缓呢？其实老师刚刚讲为什么这样觉得比较瘦，他们其实正常应该缩下巴，但很多小姐是怕双下巴，没错，有没有？这样缩好像会有双下巴，其实呢，养成一个挺拔的习惯。哇塞，哎，你四下巴，你看好几层呢。女生会怕双下巴，但是习惯就好。习惯的话，你常运动就双下巴也比较不会有。双下巴怎么弄？怎么弄？习惯造成动头。老师，你可以清楚一点吗？脖子，你看头往后缩。往后缩。前后。这也太丑了吧。前后。所以你建议是上班的时候就停一点。那这个有时候动一下。其实有个肩颈酸痛的一个动作，顺便介绍一下。脊椎真的会痛。就是肩膀往前，脖子往后。你的手一拱起来，这两个洞很大。肩膀往前，所有的头，这两个洞，洞很大，这两个洞收起来。对，再截一颗。肩膀往前，脖子往后。再截一颗。再截一颗。脖子往后啊。然后，看住，看不到，看不到，还要再截一颗，真的不是很清楚。有没有？这里有两个洞。洛林老师，看不到。老师搞得跟变色龙一样。洛林老师，你是应该再截一颗。你的胸型要让大家看到，不要看胸型嘛，胸型没有看锁骨，没有，因为看到你的那个衬衫挡到了啦，挡到了，挡到了啦，哎呀，开一点，哇塞，好害羞，你
是，现在是什么节目啊？不是要练锁骨吗？你的线是哺乳的节目吗？你的线比文文姐还深。不要这样说，没有洛丽老师的 body fat 应该最无聊，3%吧，3%，你全身的3%的。之前是这个气胸，之前是3，哎，现在是11。他都不说，差多少？对，我现在让自己吃胖，有到11啊？是的，看不出来。一个气胸把你人生都搞得11了，哎，很开心哎。不要那么拼了，对的，不要那么拼。对啊，好来，老师继续。老师教我们，大家知道讲什么了？讲错了，讲错了，这节目怪怪的。前后，老师复习一下，就是前后要有一个差距，对不对？对，就等于灵活度好一点，然后呢，有时候可以正一点这样子。OK， 我们看第二个坏姿势是什么呢？托腮偏头，脖子老是歪着。对，那你们一定常常对被老人家骂。我跟你讲，看，我跟你打电脑的时候一定最常就是这样子，有没有？然后或是讲电话，一定会习惯拖着，对，也会。然后还有那种念书的时期也会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少女情怀看窗外啊什么的。女生很喜欢，很爱女生这样就很可爱，显格外可爱，有没有？拜托。好，你做的时候就感觉有第三点。导致我其实这边两边不太一样，因为我长期都这样拖着，哦，一边，其中一边就会定住，这样两边不一样。很喜欢，一定会啊，看电脑什么，躺着看电视也是，也是这样子，躺在床上就可以这样子，他硬要这样。这种通常只有女生才会做，男生也会，男生很少是这样。讲电话的时候一定会，男生这样怎么托腮片头看一下，我看洛丽老师什么样子。哎呀，太快了，我人老师做一下，嘴巴要嘟啊。其实这个字不好看，你做嘛，你做嘛，我们看文老师，我们拍片头，快点看镜头，牙痛，可爱，真的好可爱，你就是可爱，真的，洛丽老师你真的娘，我就娘，他就可爱，对，你真的很可爱，然后打一架，你不用难过，他们是敬老尊贤，安慰你。再补一枪，请教一下我们老师，这样子会造成什么毛病呢？其实当然这个是姿势不好，脖子肩颈会酸痛是一个啦。另外，刚洛丽讲的没错，很多习惯久了以后，脸型会不对称。对，我们脸多少会有一点点哦。你把照片把它切半，有没有？右脸跟右脸拼，左脸跟左脸拼，的确会差一点。但是有的明显看得出来有差异，所以那个就是比较长期歪一边。睡觉啦，坐着托腮啦，头习惯歪一边，那其实是不太行。那有什么舒缓动作吗？这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，你相反边的方向啊。我跟你说，有一个，譬如说你左手去托住你的下巴，托住你的下巴，把你的右手一样，把你的左边托一下，右边拉一下，对，它就会就这个时候就是已经在放松你的肌肉了。哎，可是这不能乱弄哎。对，所以是叫轻，没有，所以不是叫你用扳的，所以并不是叫你用扳的，自己用可以，别人用对，就是自己用。别人用也太刺激了。因为有时候按摩那种传统按摩，最后那好可怕。没有啊，运动你自己就会给搞。我老公也是啊，躺好，叫我这样平躺来。我觉得你最近真的很危险哎。对，然后就叫我把我整个身体是反折，你知道吗？是，就腿在这边，然后身体往这边。对，危险动作。运动员都会说我们这个很厉害啦，这样。因为运动员他都会有一个固定的方式，一个模式，教你怎么样把你自己的本身的骨骼定位，把你自己歪掉的地方定位。所以你刚才讲那个就是他叫你脚腿向另外一边，然后把你身体侧翻，对，然后转你的背，压过去，对，这个有点就像这样子感觉了。违反人体工学，对对对，对啊。它是一种舒缓跟拉筋的方法。可是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困扰的那个坏习惯，我大概镜头没有带到我的时候，我都很习惯性我这样啪这样子。我转一下，然后那个头就在啪啪啪啪。对，其实这个我就觉得把那个筋拉开，不然整个就整个憋着，太卡住了。然后我这样啪啊，对对对对对。你按摩的时候，啊对，又啪。你会喜欢听到嘎啦嘎啦声音吗？我会，感觉才有会嘎啦，对，按到这样。这个是什么？其实细节对。其实是什么？老师，有这个声音是代表不好吗？这个声音呢有两种，一种叫做可重复性，可重复性中每个动作都有声音，每个动作都有声音。这个比较多是因为韧带啊，它划过关节面不平，或者你肌束有没有肌肉，有时候一条一条肌束，对，一紧张缩的，那个肌束的滑动的声音，这可重复性的。这个来讲，一般来讲影响不太大。
但是也不要一直去刺激它。那另外就是不可重复性，比如像我这个手指头有没有？对，声已经没有什么声音了。再有时候一动就，我现在就没有了。哇，这现在就没有了。那这个叫不可重复性，一定要等两三个钟头以后才会再出现。好恶心哦！对，收音一下，这个厂商。啊，这好电影哦，真的是拳王吗？膝盖吧，膝盖很多，好厉害哦！你听一下哦，注意听 ，PA 放大声一点。你不要放屁哈！哎呀，撕裂伤是啊，开过刀，这是韧带有发炎吧？你听，开过刀。那个就是退化性关节炎的前兆。这就是。海边走走，海边干嘛？你刚刚那个叫做可重复性，一直每一次都有，一直都会有这声音。那怎么办呢？所以那个通常来讲，你就不用一直去刺激它。哎，那我还是要替我儿子问一下，那我儿子高中生嘛，他常常这样子，哎，那是好还是不好？我刚刚叫他有声音，过了以后就没有了。他在哪里？我跟你讲，那是一种，那是关节囊，那个比较没关系，那不是退化性关节炎。你说手，他喜欢这样弄，他就这样弄，然后脖子弄，然后我这边，他就好高兴，然后就一直弄，一直。因为你惊吓的那种表情实在太让人家兴奋。真的，我也想看，觉得嗨了去了，会让人很兴奋。他有一个这些不要一直去刺激，但是也不要没有什么大碍，没什么。是吗？可是像我自己很喜欢嗲嗲嗲，老师我刺激一下好不好？我真的很喜欢这样嗲的，你看我也是有声音哎。这个我不用这样子，可是我嗲，可是后来就曾经啊有长辈说你千万不要，觉得也是这样没有。屌一屌之后，还真的骨折了，回不来。不是，会关节会越来越粗了。对，然后而且这种小部分的关节，基本上很多运动员基本上都会。但有一个动作，你就不要，千万叫你儿子也不要去做。有这样的声音是不好的，你表示就是说你关节当中里面有空气啊，是。它会出一些乳酸，会让你觉得很酸痛。这个肌肉很酸，那个肌肉很酸痛。对，有一个动作常常有人习惯会这样做。对啊，对对对。我跟你说，你千万不要慢一点。不相信你问老师，那个不行。对，这个东西千万不要这样，千万不要这样。青蛙怎么伸展才好呢？这就是我跟你说，你慢慢的伸展。我上次教过你，上次那堂课我不是教过你，这个动作很简单。是那堂，对不对？上次那堂课记不记得？对对对，有。对，有教过你慢慢的伸展，你不要那么急。就是当你做任何暖身，哪怕是你20分钟，你走路走20分钟之后，你再做这样的动作，都会比你刚开始突然来那么一下来的好。干嘛要拉到？这样子听起来。我这个当妈妈就很担心，而且我儿子的拇指还可以凹来凹去。男生都会习惯性玩这些东西了。这样子。泰国手你知道，泰国舞手可以这样扳的。有有。对，有的。你要不要把他送去泰国？我不要，还是把你儿子当人妖好了。我们看有什么坏姿势呢？第三个是，学员老师好孝顺，儿子竟然不领情。我每次都问我儿子要睡觉前啊，我都要帮他抓蚊。拍啊，就是用电蚊拍，它都停在那个脚胶脚刃。哦，对，这样抓抓抓。你知道老师的孝顺，儿子在旁边吃冰的，妈，你要吵到什么？第三个是低头工作，脖子老是垂，这个大家都有。低头，现在不用工作。像我觉得抿嘴是很辛苦。目前这个是已经是第一名了。最近调查就报道，目前这是第一名。最容易出状况的第一名，不止哦，你们大家仔细看哦，接下来你们看那个谈话性节目一打开，你们仔细观察，没发现别人在讲话的时候，那镜头一带，所有人都这样，在干嘛？在那边在 K 资料，你知道吗？在 K 资料，而且大家现在都有 iPad， 然后什么东西？你觉得他们在干嘛？都在找资料哎，别人在讲的同时，比方说人家讲话，其实我还是在。那抿嘴都照。在接下来。就是照他们现场这样子来得及，对，来得及，没有，就是他就是完全一直不断在 update 的，然后接下来就说，你看他是两个很可怜的，第一个就是歪着头有点歪不正，然后呢再来久坐，刚刚简老师讲的久坐姿势没有变，然后再来头是永远低着的，所以你会发现哦，所有哦像这些媒体工作者，他们一有空都干嘛？都跑三温暖按摩，然后再来按摩，身放松，再来脚底的油压的，真的真的。他们就三温暖是去做唇的吗？所以你又，我觉得陈高超，我怀疑他应该不是。关系，所以很可怜。问一下文仁老师，像刚文婉这样讲，只要一肩颈酸痛就跑按摩，这样对吗？很多，其实不理想。按摩是解决之道。我很认同按摩是很好，
但是按摩都鼓励 DIY 自己来。DIY 怎么自己来？不受限制。DIY 对，因为你如果给人家按摩，跑去那边或者叫按摩师到你家里来，那个都受制于别人。而且力道大小也不好斟酌，所以很多有时候反而造成受伤。哎，所以这个要非常小心。那如果自己学会按摩 DIY， 那是最好。可是有些学时学艺就可以做。按摩师什么 DIY？ 你要教我们一下。比如说像，比如说以颈肩颈部酸痛来讲，你可以用拨法把它拨开来。拨法哦，用这样拨的，拨开来有没有？不错。哎，这样拨。他这样按完肩，你可以拨。按完颈部手会酸哎。可以拨，可以挤，有没有？这样把它挤。哦，用挤的。挤法，哎。拉完又。可以抓的话，这样抓一抓。好像在抓狗哎。而且抓哦，抓的时候可以右手抓左肩，但是呢，左手要来帮忙。要不然刚刚秀琴讲的没错，你这么抓一抓，哇，左肩好酥，右肩累坏。对啊，所以你要互相帮忙，我右手抓左肩，左手来帮右手，哎，这样抓一抓，这样肩膀就可以比较放松。换成左手抓右肩，但是右手来帮忙。这样的话，我的肩膀比较不会那么用力。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动作对不对？扣一在桌上，对，这样子，我觉得你这动作这样对不对？你把手这样，你手这样。这样，这样。还有刮法，其实按摩手法非常的多。哦，这个刮有没有？从那个太阳穴黑人对，刮到两个像，刮到后面，刮到这样子刮。我今天退团了。没有，我要三个。你们两个组团的方式有没有？来按从太阳穴到耳后，到脖子，其实这个刮法也是按摩手法。刮刮火。哎，对，刮刮刮乐的刮。刮刮乐的刮。对，刮会六鬼还是地瓜的刮？啊，很多种，其他你要拍揉啊、捏啊、抓啊都可以，就是你可以自己找到自己喜欢的按摩方法。你自己按的话，那种感觉是找人按跟自己按真的对，没有轻松啊，还是手很酸，感觉说穿了。其实就是懒了，按摩全身对，其实就是懒了。现在有很多那种辅助的器材，其实都是可以用的。因为你知道有一种球是这样，因为去按摩，其实就是一种放松啊，享受。对啊，享受。因为现在那个音乐有没有？因为按摩院还有看电视的啊。对啊。然后喝茶啊，什么的。我想老师意思就是说，加减自己有空的时候做一下。如果你可以舒缓一下，因为有时候我们怕我们会按错地方啊、力道啊什么的。但是加减不好呢，对不对？不是加减。应该是就是学校老师，所以如果学会以后，力道方法可以自己找，哦，反正适合于自己的。对，若迪老师刚刚讲说，那辅助的现在很多，现在非常多，很多啊，肩颈的一个放松的，那个推就好了，对，有你就在那边推就好了，对，按摩那些东西很棒，按摩椅贵，按摩椅也可以接受，但是前提很多问按摩椅怎么样，我说你躺上去的话可以很舒服，那就 OK。你要躺上去这样，哎，我这里躲一下，那里躲一下，我这里对紧张，对，也把你包住的感觉。老师怎么？你加油，你加油，你加一定有。我们有，我们现在专业运动员啊，职业队我们都有一个滚轮，那是彻底让你真的可以全身。我们在拉筋前。因为平常那种拉筋已经拉不到我们深层的大腿内侧，我们有一个滚轮哦，不是叫滚轮，就是对大腿上，对你这样滚，就是有一个辅佐像圆柱体的东西。哎，那个下去真的好痛，又酸又麻又爽，你会彻底的。然后因为我们膝盖有时候压力太大，然后我们就用滚轮把这边的筋，这边练不到，把它拉开，痛吧？那我们还要加强呢，像曾雅妮做操前都一定会有一个滚轮，然后里面是有上面还有颗粒的，这个东西有点像橡皮，像橡皮软件做出来的东西，很好用，很好用，很一般正常人不会用到这个，但是我们受不了吧？那个很痛，那就会把你身上的气节的部分全部都推开了。啊，这个力道，对，它很轻，它就是一个很轻的东西。曾雅妮开球前哦，她开球，比如说早上8点，她6点起来要做操。因为他那个动作要18动作下去，然后对他这边都要，知道全世界最容易受伤的运动是什么运动？高尔夫球，就是高尔夫。对，他必须要，他是单边的运动，很彻底的，所以一定要特别的舒缓。好，我们看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坏姿势是仰头望天，脖子老是压着。哦，对，晒衣服。哎，什么姿势会像仰头？晒衣服。那我个不高，对，有没有帮你的时候？
做晒衣服，还有自拍的时候。对，最近大家都很爱这样自拍，有没有？女生现在自拍都这样的。对，现在都自拍。比较瘦，看比较瘦。这两天比较，这两天比较会有仰头的这些酸痛的问题。对，因为这个月亮，月亮太圆。对，有时候我还要拍月亮。真的。对，其实月亮大到吓人。是。你知道谁疯了吗？谁？许浩平先生疯了。他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。浩平奔月，就在你旁边。计划想要去月亮，你知道吗？他想去月球。我就说浩平奔月，他已经疯了，好不好？开船。哎，他会，他好厉害呀！他疯了。还有抓蚊子。抓蚊子要睡觉前啊，我都要帮他抓蚊子。电蚊拍啊，电蚊拍，就是用电蚊拍，它都停在那个角角角落。对，这样你知道老师的孝顺，他裸体先喂蚊子，好香还暖被。你看多孝顺儿子，太夸张了，先来叮我。对，他冬天还会在冰上面挖一个洞，对不对？对，乱讲没有，孝顺，然后儿子在旁边吃冰，妈，你要躺到什么？就是这样，你占了我床要占多久？儿子不了解妈妈的辛苦，知道吗？妈，你起来好不好？你没有床了，我就睡。真的，蚊子都喜欢，蚊子都喜欢停留在天花板那个角角。对，真的，真的，你知道蚊子好酸呢，真的，真的，是。像这种啊，仰着天的怎么办？还有个案例啊，不是有时候洗头，以前有一些洗头有没有？现在日本洗完到了坐着洗头，以前都躺着有没有？仰着这样子，然后洗完头。潘老师消除酸痛有一套，让你轻轻松松做得到。那接下来呢，潘老师教你的动作，其实你不管在任何的地方你都用得到。这些前面的观众朋友，我的左边就是你的右边，你的右边就是我的左边，跟着我。像这种啊，仰着天的怎么办？还有个案例啊，不是有时候洗头，以前有一些洗头有没有？现在日本洗完到了坐着洗头，以前都躺着有没有？仰着这样子，然后洗完头就中风了。啊，洗头还要中风？对，那个颈椎的哈，叫脊椎动脉剥离吗？隔离不饶人，隔着压着，那个是，我觉得那躺椅设计不良，太离谱。其实有些根本不符合人体工学，你知道吗？哇，整个会垂直哦，就这样。真的，我觉得我没有躺哎。这个是符合状态，然后突然没弄好，咔啪。很可怕，真的太厉害。那这个怎么办呢？你教我们家叔。没有，通常来讲，这个折太多那也不好啦。对，不是这样折，其实还是一样挺拔一点。但你有时候你要挺抬起来的时候，不要时间太长，不要太长，这个是重点。衣服就二十几件，没有办法啊。那你就晾个十件休息一下。现在想晒了。对啊，真的，明天再晒。晾衣服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它太高了。你不是要这样子？因为现在租的那个，他们都放得很高了。对，所以他都现在有一种他都晾别人的阳台了，晾个太阳，请的那个晾别人的阳台，晾衣架，晾衣架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有时候真的有些妈妈，像我这种扫波郎，就是很皮。像我家的是可以这样转，它是不是可以自动下？对，想用，我偏偏不去转，然后我还这样，对，硬盯，我就硬盯，然后还要对，然后还踮脚尖，然后搞得半天就觉得哦，好酸。如果在这个时候里面，尿滴会翻脸的。会，尿滴。砸下去，这边的横膈膜全部呢，横膈膜。拿那个脚笔啊，为什么就会想到这些东西啊？脚笔到这边，这边真的没有，对，要很痒啊，突然之间完全拉开的时候，整个人被缩一缩，太松了，一下变成气，真的会，一下也是卡在，直接卡上去，卡了我去，不管谁尿，奶奶尿你爆包啊！不要家暴了，奶奶明明叫你吃饭了，忙变凶器啊！哎呀，这很危险，突然就这样打下去，哎，突然的，那你会来不及反应，泼到奶奶嘴，还要聊是不是？攻击奶奶的事情。我觉得那种突然间一闪身的动作是非常危险，危险，这样不行，哎，真的不要随便去弄人家，对啊，危险。这样。我假动作你就抖，这会吓一跳，真的被怕痒的人比较会这样。刚刚那个感觉也像诸葛亮大哥，你看你弄的呼呼，两张脸好不好？好像，你知道我想到我老公。
笑话很尴尬，就是他就是在修东西，然后我女儿那个高度刚好就在他爸爸的那个部位，属膝部，对，然后他想说爸爸那边怎么会一个凸一块，他就给他咬下去，我老公差点把手上的工具差点要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马上回神说啊，那是我女儿这样子，因为咬，而且因为小朋友那时候两三岁嘛，刚好是在差不多两三岁，就是会嘴巴会想咬东西，长牙齿很痒，而且我女儿还是拉扯左右。垂哦，那那个年纪大了比较容易垂下来。喂，反正就会有一个凸起物嘛。然后我刚好在洗澡，然后我老公就用一字型淋袖裙广困出来，然后就是帮他用啊包扎还是什么之类的。包扎，你是叫包扎的程度受伤了，然后拿把擦药膏。咬坏了，他是咬到蛇丸了。不知道是咬到什么了，反正就是那一部分。蛇丸就好，对，反正就那部分。因为小孩子有拉扯，拉扯，你女儿有点受伤破皮，有点伤了，对，有点。那折完，折完是你又乱讲，让折完跟我们演艺圈的一个艺人是非常有相关的，你知道吗？折完了，折完猜一个演艺圈的艺人，陈信成吗？折完信，为什么？因为信是淡淡嘛，就是折完嘛。洛迪老师，那加农炮来了。加农炮，我们这样子，因为比较，其实老师刚才讲了很多静态的东西，那是所谓的一个基本，你要把它记起来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要把它记起来。那接下来呢，黄老师教你的动作，其实你不管在任何的地方，你都用得到。哦，肩颈，今天无非就是教大家肩颈酸痛该怎么办，很轻松。你看这个时候，如果你在办公室里面，请你坐在这个地方，好，腰杆打直，好。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我的左边就是你的右边，你的右边就是我的左边，跟着我，耸一下你的右肩，现在耸一下你的右肩 ，OK， 四个拍子，哎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换边，再来，不要边打哈欠，你以为我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换边，再来，二、二、三、四，两肩一起来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肩颈放松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肩颈放松就让你肩颈往下掉。所以当你做这个动作，如果有一点困难的时候，请你把站起来，哎，你请你站起来，把肩膀放松，两手垂直的放松，肩膀往下掉。对，站起来，这个时候把小腹收进去，很好，送来试试看，肩膀往下掉，准备摆动，身体摆动。这是一个肩颈的动作，可以搭配笑声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OK， 这个时候把你的双臂举起来。不要闹，不要闹，不要闹。把你的双臂举起来，双臂举起来，对，很好。往上推挤，往上推挤。好，我要你做的是一个猫字形。猫。对，猫字形。对，下来是一个猫，下来的时候是一个猫。OK， 试试看。好，把刚才的动作跟现在的动作连在一起，双手放松，肩膀先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换边，再来，二、二、三、四，双肩一起来，三、二、三、四，肩膀放下来，四、二、三、四，双手举起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再来一次，二、二、三、四，动作加快，虽然你跳得乱七八糟，我也看得莫名其妙，只要你跟着我上手动作，保证让你面带微笑，谢谢你了。